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 Plus 等超多衍生。开饭了！开饭！开饭了！哇哈！哇，好香啊！哇！开干！开干！这我要做到饿吗？南瓜很好吃，我想吃这个土豆丝。嗯，全都凉了，好好吃。但挺好吃的，土豆丝就是要吃凉的。好好吃，好好吃。有人需要米饭吗？我这边帮大家盛。要吧，因为我这样的话我才有地方放这个菜。这是那个卤牛肉，好吃。也太多了，兄弟。那么少啊，那么少啊。我要多吃点。主要是这个土豆丝太好吃了，有这么好吃吗？哎，怎么这一次这么快就到吃饭的时间了？已经很久了，刚才已经闯了四关了。哇哦！而且我们中间分开了，其实再过两关就结束了。啊！哎，昨天如果不是比比，我们真的要很晚。比比真有点夸张，他那个要题特别难，我记得。第二个是正确的位置，然后 C 三和五都是不对的位置，然后所以 C 只能是一。其实剩下了，然后就是 crown， 然后能够。哦 ，crown 是对的。对对对 ，crown 对了。对了对了。是我已经知道了。好，等等，知道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我也觉得那几道题都好难。你也觉得难吗？啊？谢谢。你们刚才都经历了啥呀？我们解了一个题。解了一个题。我跟你说，何老师真的是，一面念完了之后，题就解完了，就是直接无缝解完的。什么题啊？下面有十个汉字的数字，然后上面有四个空格，你要把它答对。哦，我们有题要做。哎，我们这边四个字，武王大人。听出来了。Cool。他说，反正就是看了这个字，然后就直接把答案摆上去了。哦。那许凯跟 Just 你们的单线是啥？绕口令，重得44斤4两，赤色西红柿。重绕口令，就平翘舌，还有、那个。然后我出来人就没了是吗？嗯，我们还说呢，怎么比绕口令你最慢呢？你知道吗？他旁边有个帘子，里面有个人想要吓我，但我太黑了，我以为要从那个帘子穿过去，就到那个帘子里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人站在那里，在等你，在等我。我就摸他，我说，嗯，我以为是假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摸他。哎，嘿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人吗？然后他们就不吓我了。哎，所以那个桃子的怎么吃到15颗？答案是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跟老板那个讨价还价吗？其实不是、你其实那样一直吃一直吃，吃到最后是不是会剩2颗桃核，对不对？嗯嗯啊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因为你拿前面的9颗桃核换成3颗桃，最后吃完之后又团剩新的桃，又多一颗桃核，还剩2颗桃核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还需要只剩一颗桃，你要再多吃一颗桃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吃完那个桃就会出现什么？多一个桃核，
加上原来那两个。嗯，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他先吃一个，我到时候再还你借来啊、哦？懂了。好可爱的题。哎，你在解我们第一关的题啊？嗯，解太快。你根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关的题。我跟你的智商不是在一个 level， 小姐。当然了，因为我是王女。当然了，因为我是王女。秘密，你刚才只是直接就被抓过来绑在那了。我去那个房间就拿了一张纸，然后直接就躲进箱子里，然后就被抓走了。躲进箱子里？他要你躲在箱子里？对，因为他有人攻击我，然后我就躲进，就跟刚才那个侍女的箱子一样，你躲进去了。对，然后我躲进去了，然后就被运走了。好害怕，好害怕，好害怕。刚刚特别逗，那个丧尸想过来的时候，你别挡着我看字儿呢。杀了他！哎呦！杀了他！清规王女士，你哎，别挡着我！与魔盒盖于关上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我们的那些小工具是要把它组装成对一个什么东东。已经来不及了，对吗？来不及了，灯把砸开了，摔。那我们那个刚才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刚刚好像有一个人得到升天了。哦，升天也不至于。哎，我们帮王女复盘一下好了。蒙雷是我的父亲吧？蒙德是哥哥。蒙德，你叫什么呀？你叫蒙在鼓里。我们三个去的那个地方是讲了蒙德的故事。他是一个英勇善战、武力高强的人，然后他莫名其妙就被他爸爸派去边疆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那边有搜到三个预言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开启新世界。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开始。对，就是他爸爸。对，主要是后面这两个人物关系。啊。第二个手捧血月的人就会带来灾难。哥哥等于有那个血月，有血月。然后他爸爸就把他贬去边疆了。哦。第三个七星连珠的人就可以把大妖带向光明。我就是那个七星连珠的赎生的那个女的。对，我能给大家带来祥瑞，但是我妈重男轻女，所以把我换成了一个男孩，但其实我是那个七星连珠的时候出生的那个天选之女。就刚才那个在里面对你喊的那个，应该是我哥哥。对，那是蒙德。也就是说代替秘密的那个人，嗯，他被当作是七星连珠，是一个祥瑞，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替代品，一个冒充的。然后呢，本身秘密的亲哥哥，他本来是应该顺理成章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。对，结果呢，因为爸爸坚信这三个预言，所以呢就把他发配到了边疆。哎，封建迷信不可信，害不可信。封建迷信害死人，是不是？真惨。那所以蒙德是坏的嘛？我哥哥他也不能说是坏的吧，他是被预言相信预言的王的牺牲品。刚刚我觉得有人来过这个墓室了，他已经做过一些事情了。对，冥冥之中有人帮我们。你看第一点，那个宝箱已经被放到墓穴之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点就是那些坏人僵尸出来的时候，突然他们就说啊，为什么有人就用了这个符？谁动了冰永离符？等于他们根本没有接近我们，伤害我们，他们就跑了。然后我们后来发现红宝石也安在墙上了，已经被安在墙上了。所以就像你说的，好像有人在保护着我，在保护我们。那是谁在救他？他爸呀。他爸吗？对，他爸爸。真的吗？老国王不是早就走了吗？不会，他爸，因为他爸如果是一个爱相信这些有的没的的，他不会去反省的。他不会，对，他不会去反省。哎，有可能坏的也是你哥，好的也是你哥。他精神分裂。那他才分了两个，比我们上一期差远了，上一期分了六个呢。现在开始卷起来了，不够疯，他不够伤，比谁分得多，疯得更彻底。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互相共享的信息吗？我什么都没发现，我就被绑走了。我们就看了那个故事吗？对，就去边疆的那个故事。
刚才那张纸有人拿出来吗？就是在宝箱里面的那张纸，鼠尾花那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任务，就是找到鼠尾花。Let's go。传说中，金龟城一夜之间消失。六个本事，王与亡灵。崩塌了！鼠疫解决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们看到结局了吗？很明显，我们失败了。这金龟城有红叶什么意思？这个空间是不是有点眼熟？我们曾经来过这儿。循环了。冥冥之中有人帮我们。那些事情发生过了。不会从头开始解的。阴阳相对是不变的法则。这么多副本的秘密，藏在金龟城。七星连珠之血，拯救金龟城。水往上走，又要崩塌。什么叫生？死不了就得生活着。